什么？讲啊！我踩到一百条鸡的时候，狗狗进来踩我，就是烂。然后我去拿盖子手转掉的手。你开会刚才开的东西。你让手，让去打我一巴掌。他打你啊？他动手啊？他打哪里？打他。你打他脸啊？他咬我手，这样子咬我抓，他打我还不少啊？他这样子凹，凹了是再转拉去背后，然后再转，懂吗？咔了一声出来，等我害人家，我肯定是自然反应啊！给我看你的脸，没有打你的，有红吗？有吗？过来这边看。小力到这样你就哭，你自己看有没有红？我看有没有红啊？有吗？这个叫不红啊！另外一边，看另外一边。哇，另外眼神红一下。不要动啊，我拍照啊，过来。那